驾驶很简单。动作太大，动作太大，快。这个往台下来哈，现在飞行的是湖北科技大学的沃尔摩沙翔路，还在上面吧？还在上面吧？会紧张，看到不到，但是很紧张。不要有反转，飞在上面掉下来打的。没错，你除非是有机会有一颗啊，不然都不要。不要稳，有颗有电的，然后一颗没电然后去了吗？这还不用买。没有，刚好那颗是有电的。后面好像有两颗有电的。第三次的是红色的。没有他稳就快了哈，是啊，他这很容易进去。哦，1分14秒，超快的，第一次而已。飞完了，暴力标，超快，暴力，暴力标，暴力标。这个比劫飞他们快，比他们还快。对，这才1分14秒。